你们看完不用来，别来哈。今天带大家吃一个武汉热干面。看起来感觉怪怪的。挺好的，以后就这么拍了，随性一点嘛。咱俩还太认真了，是不是？随性一点，走哪吃哪。那你要拿这个的话，就沉了。就你觉得沉，我觉得还好吧。你拿五分钟手都抖了，这样老自在了。老开心了。风格变了，你说会不会掉粉啊？别走啊。这集试一下，不好我们再换回来。一家很不起眼的小店啊，换热干面，在一个小胡同里。来看啊，要量。在你前面那个架子上。热干面。你们是要往哪发吗？往抖音发。我绝对不希望你们发，我们咋了？忙不过来。太忙了，都累死了。你是专门做美食的吗？才做，对，拍着玩，对。那可能那个流量也不是很高。对，没事，不用担心。就怕他们就是到时候在底下以为我们又花钱。哦，我明白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那个标两个标准分够了哈。行行。越做越好啊！谢。叫什么名儿？先不告诉你，你搜到就搜到，搜不到就说明我没名儿啊。我没有抖音，没有抖音，那不挺好吗？你这一看零零后啊，我认识零零后都不玩抖音的。加点辣，加点醋就更好吃一些。好的，好。可以先尝尝原味儿。热干面是用什么拌的呀？芝麻酱。芝麻酱拌的？这是统一的做法吗？这热干面都是用芝麻酱拌的吗？对，热干面就是芝麻酱拌。啊。没写名儿啊，那是醋吗？对，都是醋的。啊，都是醋。都是醋。加醋和什么好吃？辣椒。尝尝原味儿，把那个小甜汤拌匀了，和面夹着面一起吃，边拌边吃，少不了饭。加醋，加辣椒，谢谢你啊，胆子大的，有机会哈。我们走了，老板。啊，好，谢谢你啊。谢谢。他家是。我第一个吃热干面的地方就是在他家吃的啊，以前不知道他家这么正宗啊，后来一堆这个美食博主说他家特别好，特别正宗啊，我也没吃过正宗的热干面，我就觉得他家挺不错的。他家店特别小，老板不愿意别人来拍抖音啊，怕宣传以后他店特别火，他有点应接不暇啊。我们不是宣传，我们就是纯吃啊。所以你们看完不用来，别来哈。老板不太希望人太多，你们看人多就走，别在这添乱啊。好，我们这期就到这，拜拜。